可能。啊，老居在家哦。还是我跟老居玩。喂，老居不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老居今天不用加那个哦，补班哦。你放年假啊？早讲嘛！我想说，我要玩什么、欸？这小玉不在，要玩东西，大怪怪的。小玉翘班，回家，回家陪我开台。你在家？啊靠！好，那你等我，我速速就来。等待。用臭忍耐装，遭受攻击时有三秒的时间。嗯。已经翘了。他刚怎么又在 DC 跟我说？靠，哭哦！繁星要三转大型，怎么三转大型？你讲那小？他才不是为了我翘班呢、欸，想太多了。
啊，真的那个还没看呢、欸。咒术回战还没开，啊！打完第一只 BOSS， 我们换游戏。啊呜！好了，拿完了，我们可以玩游戏了。感谢今晚收看，就到这边啦。玩游戏，一宿，昨天半夜跟小鱼老鸡玩了一下东西啊。所以是在打完吗？打什么王？那、你为什么有人翘班？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明明就想玩这个游戏。废物。有种说实话啊，小鱼。睡过头。你睡过头，我压根没睡几个小时，我玩到六点。啊，这么屌？你玩什么？欸、我找不到那个哎、欸。他说他找不到厨师啊。厨师？对啊，厨师的 DLC， 你丢给我们看的。那、欸、你不是说买了？我说他是买了啦，是好啊，我要买啊。就这种概念，你好啊，买，看一下哦，嗯，全部浏览，你是要厨师而已，没有要那个哦，嗯，没有，
好像没有。还有进游戏买嘞，找不到啊。商店。这么怂起的吗？有啊，这个啊，你滚，你那个滚到中间偏下面有个握力啊，握力豪华衣柜啊，不是那个吗？看你是要买 DLC 也都有啊，看啊，你没买 DLC 也有啊？对啊，那不用买啦、啊，那就表示是 skin 而已啊，那就不用买啦、啊。所以他烤腰花，你的真面目跑出来了吗？所以他是就是机械的角色吧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每次出都有买，所以啊，那就问题解决啦。哦不，我刚刚声音很难听，我想死掉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板关掉吗？不可能，好可怕哦！最多后置帮你剪掉了，不要，我也懒得后置了。妈开了十二多分钟，只为了截掉那两分钟，我要重新输出影片。怎么这样子？怎样？我跟老巨在想，要不要重开一下那个世界哦？整个世界对。对啊，我本来就有在想哥跟和平啊。可是你怕我们觉得麻烦、啊，然后我们也怕你觉得麻烦。我不会觉得麻烦啊，反正我在里面也没有做什么事，就只是砍肉而已啊。重开啊！好，那我就创建新的世界。那你既然要重开的话，那你帮我开这个好了。你先去订阅这个帽子。哎、欸，你好像有。你先打出来，我去看看。好啊，订阅项目。找一下哦，那是我的爱用脚。芬妮，宝妹。哦，跑很快的。他的血量、饥饿跟理智都各100，但他就是跑的会比较快一点点。然后其实就可以做包包。可是就是玩那个维京女会玩到被养坏，因为懒得走位。鲸鱼，感谢你，海宝箱。大家下午好，你下月子报告。大家下午好，我睡醒。哇，看，我又开到一样的花冠了，那个花环的 skin。啊，老巨，你要开冬季盛宴吗？还是开万圣节都可以？就是你那个也是下载 mod 什么的？不，它预设的。冬季盛宴就是我当时跟舌头还有小鱼一起玩的，浓的。它有什么差异性？它会掉圣诞的东西，差很多。就像我们那时候玩是玩那个预设的话是牛年的东西，可是我们都没有去研究。所以我的世界什么合作吗？上面有个那个日那个像月历吧，你可以按左右按到有冬季盛宴。月历，你荧幕分享。因为我几乎都是玩那个啦，因为那个你睡觉的话还有礼物可以拿。那个看到有那个第三排，地上，然后那个月历右边，看、哦、万圣节冬季对这个，嗯，好，然后洞穴，哎、欸，这边都开了是不是？嗯啊。
我想 ，mod 我先全部都勾起来。OK。哎、欸，那时候不讲是什么齿轮机跟制冰机会选一个啊？反正先开齿轮机，别开制冰机啊。制冰先别开。对啊，因为反正我们等一下就是冬天。哦，你有叫他装那个矿、哦、物模组啊？这个？对啊，因为这个会掉红宝石跟绿宝那个蓝宝石的几率增加，因为一般矿不会掉。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都不用动就可以有东西拿了？都是小鱼害的。我昨天在看魔珠，看了一大堆、欸。太好了。哦 ，S 三千。S 三千可以先关掉。哦 ，S 三千先不用了。那个是制冰机啊。哦。然后洞穴这边不用动了、啊。都不用动哈。嗯。我只是真的好奇，我已经逛了半个地图，怎么没看到兔人而已？那你要不要把那个青蛙鱼调小一点？哎、欸，对，模式是什么？不进不进吗？嗯。然后立马不用了。啊？你说青蛙鱼调小一点？嗯。啊，要晚点再用好。绿色较多。大量较少，不能无的话，我们会死很惨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就挑这个就好了，应该吧。好、啊，那 OK， 创建。所以这一次的话，我要选什么？小鱼，你应该不是要再玩那一只了。你要选什么？嗯，你真的想好好生存新手的话吗？威尔森，绿色的角色，然后再來是那个维京女，我在玩的那只、啊、红色头发那个女的。玩威尔森好了，我觉得，因为维京女只能吃肉，所以，哦，那让我在野外没办法吃果子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嗯，没有让我选角色吗？还是祈祷完才会选角色？祈祷完，哇，两个一样的衣服，三小。你怎么那么多箱子可以开？就累积起来的啊。哦，欸，真的欸，预设厨师是开的欸。威尔森，威尔森他有什么好处吗？还是很就平均值还不错，没有什么优点跟缺点。那他只要不死的话，他会长胡子。那在冬天的话，你长胡子的话会有保暖效果。我又进不去伺服器了，还是你还在祈祷？他在选角啦。啊，你进去吗，繁星？我在开箱子，没有也、欸、不行，你要重开游戏。所以现在直接重开游戏。嗯，反正您创好了，没关系。OK， 好，我再重。整个全部重开，还是我开都会有问题，还是他这个网络本来就很不稳？我觉得不是网络不稳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有时候开的话读不出来吧？Thank you.
初秋。哎、欸，不要好了，那我去玩那个玩妹妹看看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说不要开。啊，你开好了吗？正在启动伺服器，还没连接。好，还没启动。没喝没喝。那你晚点再订阅这个，因为现在还不急。有个东西是里面的道具，跟那时候保暖是一样的，不会消耗。因为这个是打 BOSS 掉的那个灯泡，我们可以装饰圣诞树。但是装饰上去的话，它就是灯泡会有耐久度，然后就没有就没有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很久，找到这个是灯泡不会消耗的。这样的话晚上也不用起火就会有灯了。不是啊，是那个圣诞树会那一闪一闪的灯。嗯，祝愿拜拜。啊，祈祷中。我当时也想买他的那种好像寄包还是什么的，这好像也是两三千块的东西，但里面有很特殊的好看的东西。你们有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，所以我还是要继续重开咯。嗯，昨天前面我跟小鱼包连了30分钟有了，会让我对这个游戏有点不耐烦，很不亲民。所以，反正你丢那影片是这样，你要养秋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给你看而已啊。不行哎、欸，祈祷中。你要把游戏关掉重开看看？刚关过啦。是吗？对啊。我这一次是没有那个关掉游戏重开，我干脆连 Steam 都关掉重开算了。可以。就 try。死定不理我。
正在更新。什么？不知道。一定是因为你都不关电脑。对呀、啊。嗯，我也没在关啊。蝙蝠侠特卖，庆祝 Bruce Wayne 的生日。咚 ，Stop Play。咚 ，Stop Together。还是玩什么到早上啊？不打嘛。哦、我跟你说，真的很生气。哎、欸，每一场都是跟二三，我们都是二三四名超级接近，然后我就是那个第三名的那个，每一场都当小三，每一场被扣分，很烦。我才生气，当什么小三？在我睡觉的时候去当小三，哼，真的很生气。还是师父系无回应耶，到底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男性应该也没办法哦。嗯，没办法。我根本就没看你上线耶。What？ 哎、欸，没有，是小鱼。我？对啊。如果是繁星进得来的话，就是小鱼有问题。可是我电脑每天都要重开啊，我很乖的。我拍看看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以为它叫什么饥饿游戏，不是，这个是别爱饿。别爱饿 ，Don't starve。还是无回应啊？你从哪边加无回应？我看你没上线。我从好友那边呢、啊。然后嘞？要看到他这些，我加入游戏，点他，他这些伺服器无回应。为什么加入没有显示无回应？那你有加入到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什么东西没跳出来啊？嗯，那应该就是因为如果你在开游戏的话，它就不会显示无回应。你要把游戏关掉之后，它才会显示无回应。哦、嗯，那我、哦、真的哎、欸，再重开吗？还是繁星加了进来？加不进去啊。嗯，那我再重开。哇，你们当时怎么连的啊？就跟你说，昨天很简单啊，半小时。没有吧？我们之前一开始最。最开始就是很简单就连进去了，是 mod 开太多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还是老君，你先选一个角色，然后先进去，然后一进去就马上跳出来，再重开。
可是这样的话，每次连接的话，你们无回应，我就是进去之后就是要重开，然后时间就这样慢慢流失掉。第一天晚上就要直接就会到来，没有这样。你在选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算了，是吗？真的啊，那时候我们选角选半天，就选到我那个游戏时间下午。之前那个熔炉模式不见了，一直都没有再更新了啊，没有出了两年了，很好玩欸。祈祷中，哎、欸、有欸，有连接出现了，有了，有连接出现了。OK， 我们排除万难，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开好动视打了。对。大家早安呐、啊！是不是快要开学啦、啊？你们听起来就超讨厌的。哪会啊？上班很久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关心大家，想要当一个亲民的。所以选好就直接开始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嗯。哎、欸。那我就直接先进去啦，先走一步呗。快开学了，大家加油！现在学小鱼一样，你暑假就来了。可以学小鱼一样睡过头就不去上学哈。哇哇塞，太优秀了，优秀优秀。天河那个真的是意外。你要相信我啊，考虑所以小鱼选厨师是不是？没错的，追不了他，应该如果开学之后，繁星就不会那么常开下舞台了。对啊，下午没人看，我开什么？上课偷看他。繁星选妹妹。是不是有人捡到了尸体？嗯？很好奇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，不过就没了啊。他在那边开没什么意思啊。对，过过没了的话就赚不了钱钱，不能播广告了。那边开台的意义就没有，就会饿死。这里好多尖的石头哦，为什么你会有青蛙？我没有青蛙。
哦，黄金。在墓园捡到金矿。哦、看风之舞台没有啊？两个小时前就没在看了。欸、嗯，小那边是小鱼吗？上面是小鱼啊。虫洞啊，虫洞应该跳虫洞太自私了。然后我找到 Chester 啦，可爱的 Chester。然后这边我看到落水洞的石头。不要敲，先不要敲。我看到齿轮机械马了，还有牛牛。你那边呢？哎，蜘蛛，所以要在你那边生活吗？我这里没有石头，这石头很哑巴呀。哦，捕鸟器，捕鸟器蓝图，啊，哑巴哑巴哑巴，生活生活生活。不用，你可以拿这一根火把。繁星，你在烧树木？嗯。每个墓园都有小幽灵的嘞，所以你的妹妹碰到小幽灵会怎样？我可以跟小幽灵接任务啊。我应该打不赢吧？你就只要有木头的衣服就好了。没有，我木头没砍。你怎么打得赢？把他引去牛牛那边。
风滚草。怎么那么多机械？夸张了吧？他不会打那些牛牛们呢、欸？谁不会打牛？机器嘛，靠不到他们，不跟牛牛不一样哎、欸。那边已经绕一圈了，妈，我去，卡了，喂。